我刚才数了一下，一共是最后是八张弓。八张弓，哇，这太牛了！我先来试试吧。对，您可以。您还是帮我拿一下手卡，谢谢。有请我们主持人啊，来吧，朋友们，给我们主持人鼓掌。加油，加油，加油！来，我试试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哎，光练不说嘴把式，撑直了啊！哎，撑直了啊！可以可以，加油！这照相非常好看。这手无缚鸡之力，我只能是拽到这劲儿。大老师，我再试试。有没有企业家想上来展示一下？我应该劲儿比较大。来，超曦，来，把心里活动开了啊，别拉伤了咱们，好吧？对，活动活动，使劲拉，慢慢松手啊，别绷着自己，好吧？前腿绷，后腿绷，哎，对，把腰上力量使上劲啊！哎，一、二，使劲！加油，加油，加油！再用力，再用力，再用力！把嘴闭上。潮汐，你的功力都用在嘴上了，把嘴闭上。潮汐，潮汐，弓是人家的，裤子是咱自己的啊。看着老师拉弓啊，很轻松，自己拉弓太费劲了，真的拉不动。你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俩真的是拼尽全力在拉弓，但真的是到那一瞬间的时候，就力量到了极限了。有句话怎么讲？术业有专攻。哎，对，也没练过，肯定拉不开的。是的，或者练的后边的力量，练的是膀力。这样，小叶和超燕一块上台来感受一下，好吧？我们俩这样来来来，拍的大，他们脸往哪儿搁呀？走秀，哎，这两位我们的女企业家哈，这身高也跟那中翻那翻杆差不多了哈，也是很高的。来，话筒给我，做好这个保护哈。先学，先学，撑住了啊！对，脚一定要对上，可以，可以，啊，咱们给小叶点掌声，来来来，给我小叶加油，小叶加油！他不是开的大，他主要是胳膊长，你知道吗？我觉得小叶试试，你刚才那个动作要把那个弓给推走。加油！使上腰力啊，不光要胳膊上力。哎呦哇！我觉得超燕好厉害，还可以。超燕很厉害。你们俩一起试一试，哎，别松啊，一定要不要松啊，别绷着。别松啊，别绷着啊。对，有多少时间啊？行。好。哎呀，我在想，我要是那只公公，加油，是吧？两个女人抢我。潮汐也是犹如我们在场这些男同胞，就还没有两位女企业家这个拉弓拉的程度开呢。我强烈希望刘爽老师上来示范一下，哎，证明一下男人还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邀请刘爽老师和这个刘佳老师上台来感受一下，好吧？同意，同意。再次感谢小叶和超燕，谢谢。那个，请我问一下师傅，这叫弓，对，牛筋弓弦。这是牛筋做的吧？对对对，你看我都自己做的。这么有文化的问题，只有我能问得出来，对吧？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太低，请把它换成钢筋。钢筋，来，刘佳你先来啊！对，对你先让刘佳来啊！来，加油！加油！刘佳一鸣进来，老师鼓掌！哇，大喊说：“大家加油！”好，非常好，拉开档啊，表演不错，好，谢谢啊。好，在我正式表演之前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好好想想词儿，待会儿怎么羞辱我啊，好吗？哎呦，除了吃牛奶、羊奶的力气。好，表演结束啊，这刘佳麻烦把我背回去，腰有点闪。70岁高龄的这个老媒体人啊，能够拉弓拉到这个程度，特别棒了。对，还有一绝活没演。嗯啊。我再给你俩一个，用牙齿给它拉开了。哇！平常是真不演这用牙齿给它拉开了，这就是检验我的功力了。就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啊。好嘞，这过年期间啊，咱展示功力，全身的力量啊，不光是脖子、压腰力都得展示了啊。好嘞，叫虎口拔牙，来。好。走你！
我铁齿铜牙。太棒了，太可怕了。我问一下啊，黄老师，像刚才这个虎口拔牙，您练了多久？这都练了两年。两年？对，你脖子上牙子也没有不行。对。今天在我们的展示环节最后，有没有想对电视机前对我们这些非遗项目包括传统技艺感兴趣的朋友说几句？首先非常荣幸来到咱们非你莫属这个栏目组啊，非常高兴，也认识很多嘉宾。我今天带来的中翻还有拉硬弓，对，都属于咱们传统的非遗项目，尤其是拉硬弓呢，也是咱们现在很少能见到的了，属于过去考举武状元的状元弓。嗯，这平常你肯见不着，这种工艺都很少了。所以说呢，我能把我这些老玩意儿老项目能够免费的教给大家，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呢发扬光大，是做最大的心愿。谢谢冯老师，谢谢。我们也特别希望啊，今后能有更多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让我们一起努力，把咱们中国的这些非物质文化传承项目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再次热烈掌声，感谢冯文武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展示，谢谢。好，谢谢。